哈，大家好，我是曲座。就在前几天，苹果发布了最新的 iPhone 11，这款手机在背后加装了三个摄像头。哦，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算了，我还是去吃份烤羊腿压压惊吧。这次呢，我是专门选了一个在某团上有五星好评的一家店。这家店主要是以烤羊肉为主，而它的招牌菜就已经写在它的店名上了，就是烤羊腿。跟378拍的频道互拍，七个字378瞎拍节目组，日常讲瞎拍。我们是生活日常鬼畜，翻唱宅舞短片，我要全区自爆。在一开始上桌的呢，是一盘羊肉串，是一个不知道什么部位的肉，上边撒有很多的紫羊和芝麻，火候也烤得非常到位，吃起来就是香香的烤羊肉。吃完这一碟之后，接着又上来了第二节羊肉串，这一串它就有点像是那个延伸一串里面的那种一层油一层肉的那种羊肉串，一串肉一串油，油肉油肉的，在高温烘烤的时候就会把那个羊油给逼出来，蘸香那个羊肉。瞎鸡巴在发展探店了，往美食区进发。过了不一会儿，这家店的招牌烤羊腿就上了，看起来还是非常大一块的，一头羊就四条腿，这条羊腿的肉显得还是比较足量的。紧接着第二个招牌也上来了，就是这个烤羊肋骨，然后还顺便上来了几个有点奇怪的东西啊。这是怎么回事？